我叫是做事好人，逐个月等领钱就好，想不到钱就歹赚。妈，那是创啥啦？你提啥？好吧。这是阮查某囝美凤仔的相片呢。妈，那是玲玲的相片，我给她一张尔呢，你给我啦。莫啦。人美凤阿姨足可怜的，细汉做甲要死，啊，互我骂甲要死，拍甲要死的。妈，啊，你想哪那个没？嘘，我偷偷甲你讲哦，美凤啊，伊足戆的，啊嘛足骨力的啊，啊，我两个囡仔啊，搁细汉。阿英爸七早八早就中风啊，到我一个查某人是要安怎顾店？所以吼，我阿姑啊，阮美凤啊，伊考调大学，啊我惊伊去读册啊，所以无人甲我顾店，啊我就甲伊压落地。这死糟鬼啊！大家叫你做代志，你就是安尼啦。咱有偌济，我予你安尼想啊？你是听有啊无哈？你敢知影内底话无用？哈？紧紧甲只娃娃洗洗，紧来哦！妈，白白拢是你的囡仔，为啥你对我特别严格？煞煞去啊！你即马就敢若囡仔共款，我阁甲你讲这個，你嘛听无？妈，咱来困啊哈！袂用个啦，我爱去店个无闲。妈，阿妈呢？紧困啦哈！啊，我毋是才困饱尔。啊，我袂困啊，你陪我困好无？陪我啦，哈！来，倒好，坐了。相片给我啦，听准先讲，你已经读高中啊，无一定等你高中毕业，我就会当参加你的毕业典礼，咱就会当见面啊。妮妮，你放心，妈一定会打拼赚钱，予你好好读册。看你要读无关，拢会用。田无沟，水无流，你免管我啦！啊，你即摆受伤，我是要安怎无管你啦？来，我扶你起来，好，坐着。完成了吼。美凤姐啊！好啦，无代志啊，好。妮娜，你看安尼哦，明仔载唔通穿裙仔上班，知无？哪有像你这哩家婆厝头家啦？靠袂着哦，就要挂人扫。美凤姐啊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一定会嫁予好爷。等到迄天吼，我一定要回来摇摆予你看。你哦，脾气这哩歹，啊无要付出，敢若想要为别人身上得着什么？你无迄个福气，嫁好嫁人啦！美凤姐啊，你无甲我鼓励就
啊，甲你搞看衰，纠缠。我是做想要恁大家拢找到好的对象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啊，不过世间无遐好的代志啊，无迄个才调，就莫遐少想啊。啊，是讲你家己敢袂当靠家己，一定要嫁什么好嘢人？稍稍去啊，甲你讲这你嘛听袂入去，紧困啊，明仔载该上班。 明娜，啊，既然大家拢要住做伙，你敢会用把这当作是家己的厝，把住这的人当作是亲人同款？说说去啊，紧困啊！ 我请你讲，我请你加倍出头家啊！